也感谢市长的支持跟提携。那这次的任命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，也是一个莫大的责任跟挑战。我可以在这个职位上面协助市长稳健踏实的推动各项施政的推动，同时呢带领的市府团队在各项领域的推动上面，让更多的成果可以让市民有所感受，感受到我们的改变跟我们的努力。我在这个职位上面包含了未来跟两位副市长做紧密缜密的分工合作，在市长的安全之都、运动之都跟未来之都的愿景之下，我们会协助市府团队的同仁呢，把我们例行工作的跟我们施政愿景目标所要达成的各项里程碑，努力的展现在市民同胞面前，让市民同胞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努力跟改变